现在呢，我们在香港最有名的一条夜市街，它叫庙街。那么庙街这里呢，他们每到晚上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的摆地摊的，就是一些摊贩会出来摆摊，一直摆到很晚。那么他们售卖的产品呢，也是有很多种类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特地来庙街，也带你们去看一看当地他们都有卖哪些东西。好吧，走吧。除了卖商品的，好像两边有很多的，就是卖，应该是他们香港比较特色的一些食物的餐馆。海鲜的产品比较多，我觉得。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海鲜产品，所以看到这个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。这条街呢好像是挺有名的，因为听他们说啊，这里会有不光是有大陆的游客，它有很多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国外游客。现在我有点找不到路了啊，从这里开始。我一直都想买一条围巾，所以我就是试一下。有没有镜子？可以吧？这个怎么卖的，老板娘？这个是羊绒的，159。哇，这么贵啊！有没有少一点啊？你就买一条吗？对呀，我一个人肯定就买一条了。145了。145，我觉得还是有点贵了。多少钱呢？你觉得多少钱？我觉得太贵了。觉得还是有点贵了。那你说多少钱？这个我之前我也买过这种的，我觉得没有这么贵。这是羊绒的。那你便宜啊，那89。Hello， 看不喽？你先看吧，我来看看。这个就稍微要那个一点。这个60块钱可以吧？60块要不了，要不了啊。对呀、我觉得150太贵了。算了算了，那我们就再看一下吧。100块给你了，100。我觉得太贵了，100是。最多给多少啊？60块做不了的。我觉得60块他不卖。算了，那我们算了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加多10块要吗？70了。我觉得60块还差不多，因为我们之前买都没有这么贵。不同的，我说你买那种那你那种的质量也不一样，那种肯定就5块给我了，65了。好吧，那就，有没有袋子包起来？买一个 USB 吧，要不？它的容量是多大的？64G。多少？64。64。全部都是64。价钱是？100元。我听不懂，你能不能讲普通话？100。8个，一个是20刀了。那还可以，那要不买一个好了，挑一个。都是非常可爱的卡通人物。看一下啊，这个。我要不然买这个好了，要不买这个？这个吧，这个可以吗？那就这个。20，给我就好。看一下，先。
不好意思，怎么打开？OK， 我再试一下，等会儿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么难？哦，可以了。好。走。嘿，他说是64G，我有点怀疑。搞得装不进去了。哎，盖子呢？盖子，我忘记了。哎，那个多少钱？这个贵用这个。多少？这个290。290。290，这个最贵的。这个是，这个250。这个两个更便宜。有没有少的？啊？有没有少？小给你了，老外给你便宜。这个好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重一点，那个轻一点。哦，这样290也有点贵啊。你们这边290港，250，这个250给你港币耶，这个便宜，有牌子不一样吗？哦，你是这个便宜，这个便宜。但是你那个牌子是，它也不是正牌的吧？正牌2000多了。哦，就是嘛。现在走2000多了。哦，给你便宜吗？这个不错，大拉链。你说这个是250，那个是290。290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小的。这个黑的吗？这个黑色的，这个，那个小的，那个太小了吧？230太小了。那个好小。230。太小了。它就看放不进电脑。这个大一点。电脑都放不进。这个大一点。哦呦，小心！没问题吗？哎，这个大一点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30呢？这个230。230给你。看一下。230港币。差不多嘛，跟人民币。230。230港币耶，美女。30美金，30美金也很贵。OK， 这个十字牌，这个牢固啊，坚固嘞，用几年？吃饭了，吃掉了。很耐用，这个很好嘛。后面那个拉链的这个。这个包呢，老板刚开始给我们的价格是230块港币。然后我们还价到190块，但是因为我们要继续拍摄，所以就跟老板说先把包放在这儿，等会儿过来买。可是老板担心我们不会回来，就又给我们降了价。最后我们花了160块买到了这个包。我发现来庙街购物一定要跟老板还价，否则肯定会吃亏的。因为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游客，老板们做的也都是一次性生意，所以他们自然是想多赚一点钱。我今天买的三样东西，除了 U 盘不能用，其他的两样我觉得都还可以，价钱也不算很贵。所以如果你们也想在香港买点便宜的商品，那就来庙街逛逛吧，但千万要记得还价哦。我现在在香港的佐敦站，
那么现在我去那边，因为有一个叫什么美国的非常有名的 Mrs. Field Cookies， 那我觉得它的口味呢还是非常好的，那我想去试一下，但是我觉得价格有点贵。我买的是小的，29.6元，那么我就买了六个。巧克力的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，但是我觉得太甜了，可能有一点。好，我现在把这个吃完。那么我现在要去的是中环站，现在我在左敦。我们先过去。另外，我发现在香港还有一个跟就是大陆的地铁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，那就是我发现我进来的时候，我是不需要把我的包放进去安检的，这个我其实还是有点不习惯。今天呢不是今天是周一，所以你看地铁里面的人也不是很多。昨天呢是周日，哇，我过来的时候地铁里面挤满了人。其实因为好久没有到来坐地铁了，特别是大一点的城市，我还是挺不习惯比较多的人。现在我们到了中环站，那么因为我们想去坐那个缆车，所以呢我们得要从 J1 出口一直走。我有一个地图，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走，但是呢我会按照我的地图走过去。我要在我的公交卡里面充一点钱，它这里呢只接受100的跟50的，那我们先放进去试一下。进去啊进去啊，为什么不进去啊？怎么放啊这个？哦，它不进去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尴尬，不进去，气死了，搞不了啊！好吧。看来呢我还是得去服务台那边，去服务台充比较快一点。谢谢。 OK 现在到了中环站，我们从 J1 出口出，但是出去了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，没有电梯，走上去。今天早上起来没有时间锻炼身体，所以走一走也是很好的。哦，好难找哦。叮叮车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标识。哎，对了，哦，这个太方便了，你看一路上都有路标。这里应该不是住宅区吧，我感觉这些建筑物都应该是公司的，可能是办公楼。长江集团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长江集团好像是那个是德国，好像长江集团是李嘉诚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首富，但是肯定很有钱就对了。走，我应该快到了吧。
这里有一个牌子，我要去那边。哎，怎么过？这里，先过这里，再去那里，应该在那边就可以坐了。对，我看到了，啊，到了。现在我们在排队等待山顶缆车。今天不是节假日，但是人却挺多的。我们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上车。这一段山路真的很陡，不过外面的风景倒是挺美的。现在我们要去看的是香港最高的360度观景台，观景台就是参观景色的一个台面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去过，所以我也不好描述给你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，你们可以来的时候买一张八达通。那么这个八达通呢是可以坐缆车，也可以直接刷进这个景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去试一下。它这个观景台很有意思啊，它的形状呢其实是像一个碗一样的。那么你看它这个标识牌的设计也是跟它的观景台的形状是一样的。50港币，小孩子跟大人，应该说老者，港币是25，半价。没票吗？没有票，不是。今天的天气好像不是很好。对啊。哦，那山上还有房子，看。那怎么上去的？其实它这个地方呢，它叫太平山，那么它的英文名是 Victoria， 它的原名呢就是太平山，还有一个名字叫扯旗山。那么自从英国人把香港占领之后，他们就把这个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给命名了，所以现在呢它的英文名就叫 Victoria Peak。我记得这里的高度海拔应该是500多米，是香港岛的最高峰。可以看到那边，其实上面还是有一点凉的。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太阳，但是现在是阴天，所以感觉那边看的不是很清楚。我来拍一张照先。看，因为天气的问题，所以这个照片的效果出来不是很好，有点雾蒙蒙的。好多拍照的游客，还有自拍的游客。哦，可是这个是望远镜，应该，好像要收费5块钱。这里也可以用这个卡刷试一下，我现在放上去刷一下。
收费五块，我的余额是103.8块。等一下看一下。妈妈。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啊。妈妈。妈妈，你戴眼镜没有？我想看望远镜。什么都看不见。看不见。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的呀。而且天气不好。我啥都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一点都看不见，还不如我戴眼镜看得清楚，浪费了五块，不要火。那山顶这豪宅感觉也没不咋样了，对吧，丽丽？没上来过吗？看一下，难得。很多游客喜欢在4点钟之后啊、到山顶上面来，因为啊、4点钟之后上来的时候差不多是5点钟，那么5点钟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傍晚的时候，如果说有太阳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落日，但是今天呢因为是阴天所以没有太阳。那么到了夜晚的时候，基本上在6点到7点钟的时候，到7点钟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夜景，因为马上所有香港的一些建筑物，他们都会灯都会亮起来。那么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里待到晚上，因为实在是太冷了，上面的风太大了。我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它里面全部是。小虾，然后有一块鱼肉，啊，尝一下先。有一点点辣，但是一般吧，我觉得。这个是鱼肉，鱼肉。这个还可以，然后一小碗米饭，这么小，我觉得我肯定吃不饱，回家还得再吃一顿。现在呢，我们在香港最有名的香港公园，这里呢离太平山顶是很近的，其实就在旁边。那么在走进来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，哇，这里的建筑物啊，都好有很特别他们的设计，然后四周啊都是，比较城市化的高楼大厦，在这中间竟然有这么大一个公园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也想带你们去走一走，看一看这个公园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好玩的东西，有趣的东西，走吧。这几天天气都比较好，大晴天，所以好多人都拿了特别专业的摄影机到这个公园里面来摄影。啊，这里是个瀑布，我看。哇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在这边如果租一个办公室的话，肯定很贵。不过我想在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上班或者在这里开公司的人，应该都是非常有钱的。哦，它是用 LED 灯培育出来的。之前我有个客户哈，台湾的，他们就是做这种植物灯，然后那个植物灯啊，它因为它的那个光照就等于是模拟太阳光，所以它的植物可以生长。它这里就是温室，可能它里面的温度都会保持在就是比较适合植物生长的温度。
哎，这个叫蝴蝶兰，你看它长得像不像蝴蝶？那是蝴蝶，它这个名字就叫蝴蝶兰。这个应该是一样的。哇，各种各样的花啊，这个好漂亮，颜色，这个颜色好漂亮。这个植物的名字啊很有意思，它叫到手香。我估计它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一摸它，然后你的手会有香味，这是我猜测的。仙人掌，哇，好大，看这么大一个，哇，这么大一个仙人掌，哇，这个更大，哼。你知道这个仙人掌叫什么名字吗？它叫象牙球。象牙就是大象的牙齿，球就是可能因为它的形状长得比较长得像一个球嘛，所以它就叫象牙球。哇，这个像不像蘑菇？呵呵，好可爱啊。还有不同颜色的，像它们这些啊都是从中美还有南美洲进口过来的植物。这个是墨西哥过来的，这个巨人柱，巨人就是很高很大的人，柱嘛就是一根柱子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巨人柱。哎，好，都是从国外进过来的。看上面有一个五环，这里是奥林匹克广场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哦，那个小鸟好像不是很怕人哎，你看，它也不跑。Hello，Hello。好吧，不跟它玩了，走吧。只供饮用，这里水是可以喝的。但是怎么开？算了，我不会开。一只大的金鱼，然后其他都是小的。哇，好多，可能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看了好多各种各样的。这个鱼的眼，你看它的身上的花纹是花色的。哇，这里更多大鱼，白色的、黑色的、花色的，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哦。你看它们，一点都不像真的，是不是？特别像假的。哇，那一条最大了，你看那条好大。哦，有可能在那个上面哦。嗯，但是上面也没有标识，都不是，哎。不对不对，那个是我们刚刚去过的植物的温室。哎，在哪里找不到啊？终于找到了，原来就在刚刚那个温室的旁边。你看这里，这里有标识，
温室在这边嘛，啊，观鸟园就在那一边，我们走错了，啊，浪费了好多时间。啊，不过这个上坡路走得好辛苦啊。啊，找到啦，就在那边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啊，爬好累啊！我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标识，还在前面。是不是在？我们去这里看一下先。我看到了，那里，对，最那边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好大一只。所以这个就是那只鸟的家。这里也有两只，哦，看它在吃东西。你看这个鸟，它的头上面啊是橙色的，好像一顶皇冠。哦，我看到，哦，它不跳了，刚刚在跳。哦，来来来，它又在跳。它好像看到有群众在围观它的表演的，所以它也在表演给大家看。哦，你看它好像在唱歌，又在跳舞一样的。这只鸟就比较安静一点，你看它坐在那里就不怎么说话。两只鸟的性格不一样，一只比较安静，另外一只比较活泼。还有一只鸟笼，哇！哎，哦，这里有好多只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好多。这边的要小一点，哇！快点过来看，这下面好像一个小树林，好漂亮！哈，鸟在唱歌，叫叫叫！哇！哼哼，他们在这生活的好自在。这个应该是给鸟吃的食物，你看它那个玉米掉在那里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盘子托着嘛，所以鸟每次啄啄啄，那个鸟吃那个玉米的时候，那个玉米会掉下来，但是会防止它掉到地上，所以它掉在那个盆子里面。下面还有好多个，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。哇，看那个好像是假的吧。哇，它长在墙上面了。这里有两只黑色的，看那边它的尾巴好长，这么长。你看那只鸟的毛好白哦，然后它的嘴巴还有它的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，你看是蓝色的。好漂亮的颜色。哇，这里好多好多鸟，那个是小小的两只。哦，它钻到那个树洞里面去了，看到没？那个树洞，哦，已经进去了。哪里呢？蘑菇，树上面有蘑菇。
出口啦。今天我们要去参观的是位于香港大屿山的天堂大佛。去大屿山可以坐船、坐公交或坐山顶缆车。缆车也有分普通车厢和水晶车厢，我们选择了便宜的普通车厢，不过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就后悔了，因为大部分游客都跟我们一样，为了能省下50块钱就买了普通车厢。最后我们排了2个多小时队才上车。跟我们坐在一起的有2位是外国人，其他的都是中国人。当缆车升到顶点时，再向窗外望去，那景色真的是太美了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欣赏美景的，比如这位女士一路上都在和朋友聊天或是玩手机。而这位金发美女就比较兴奋了，拿着自拍杆不停地自拍。1.5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，也就是这尊大佛的所在地。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游客，其中有一半是外国游客。我发现香港还是挺受外国游客的欢迎的。大佛脚下的广场上有很多牛，应该是故意放在这里给游客观赏的。看这头牛是不是很搞笑，它似乎对这个游客很不满，不停地用头去攻击它的包。旁边的游客都纷纷拿出手机来拍照。尴尬不对哦。看完牛后我们就来到了大佛脚下，准备爬上去近距离的观看大佛。这楼梯不算太高，但由于今天的游客很多，所以爬的也相当的慢。哇，看这佛可真大呀，站在他旁边才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，而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又是多么的伟大，竟然能在这么高的山顶上铸造这么大一尊佛像，实在是了不起。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大澳了，一下车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水面上，很有渔村的味道。鱼丸是这里的特色小吃，刚走进村我就买了几个尝尝，味道确实不错。大澳村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这里的房子很多都是建在水上的，而这种特别的建筑风格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。
我们首先在街上逛了一圈。今天不是周末，所以街上的游客也不是很多。街道两边有很多卖海鲜产品的小店，也有一些小吃店和餐馆。我们走进了一家小吃店，点了一碗当地有名的豆腐花，味道有点淡，我不是很喜欢。但是他们的阳台倒是挺特别的，也是建在水上的。我坐在这里欣赏了一会儿美景，然后就出发去巷子里，看看这些与众不同的房子。他们的房子都很小，一般有两层，但很奇怪的是，房子的外面都有一层铁皮，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很热吧。还有一点也很奇怪，这里的人好像都不锁自行车的。你看这一辆，只是用铁丝拴了一下，难道他们不怕被偷吗？真有意思。我们一直走，最后发现了这个池塘，这还有人捕鱼。站在这里能听到鸟叫声和流水声，感觉很舒服。这一棵树好像是芒果树，上面的果子长得挺像芒果的，不过我不确定，所以就想问问前面那名女子，但是她好像听不懂普通话，而且我还被她家的狗给吓到了。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小道，这里很安静，空气也很好。我想再往里面走走，但是由于担心时间不够，走到这里我们就返回了。走之前我们坐了这里的游艇，票价是30块港币。开船的师傅首先带我们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圈。我发现在水里看这些房子好像更有意思。这里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都有一个小楼梯，应该是用来上下船的。你看，他们都有个小渔船。看完房子后，师傅就开始加速了。海风吹在身上还挺冷的。师傅现在是要带我们去看这里著名的白海豚，我们都很兴奋也很期待。开到这里，师傅指着前面那座大桥告诉我们，这是珠港澳大桥，建成后会连接香港、澳门和珠海，到时候交通就会更加便利了。然后师傅把船停在一艘大渔船旁边，
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他说，豆粉。我们都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原来刚刚海豚在大船附近出现了。这下我们都盯着那个方向看，等待海豚的再次出现。海豚总共出现了两次，不过我们离得比较远，所以看得也不是很清楚。这位师傅很负责任，他把船停在那里等了很久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白海豚。看到了海豚之后，师傅才开始带我们回村。我觉得这30块钱真的很值得，所以如果以后你们也有机会来大澳的话，也一定要试试这里的小艇哦。